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工学车单车学校校长，今天特别跟你们介绍今年的新车种啊，就是公路车 ，Carbon 的车架，然后是105的，很便宜哦，35000块。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最夯的 Carbon 车配刹车，不是一般的刹车哦，是碟刹哦。好，等等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赏一下，这个我们是新的 model。跟各位介绍是我们公司最特长的钢管车架，这个是复古的钢管车架，你看这边是这样弯过来，所以车身比较短，骑起来比较快，爬坡比较强，所以这个是登山王。我们客人有两个 model， 一个是登山王，一个是 Vitamin 1。 Vitamin 1是平把的，今天是秀两台限量版的，是复古 Carbon 的车架，今年的新车种。这个是电辅单车，你脚踏车踩电就出来，这一步呢有很多特色哈。我骑这一台去参加200K，一日200K哈。不过那个是顺风了，对不起，是顺风。然后呢，一颗电池骑在180公里还有电，哦，这个你来骑一定是赞的了哈。不管是爬坡也好啊，或者是轻松骑也好，对身体都是很好的。谢谢大家来，记得哦来参观我们的booth哦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